移过来。移过来。这些楼是，这边也是。这边也是，就是都是住宅楼，民用住宅楼。所有的都是民用住宅楼。这个是研究所。研究所啊。研究所。那怎么才能够就是叫就成为是科学家？是因为大学读得好啊，还是说，怎么就科学家是怎么评定的？科学家啊，科学家大学毕业后得到硕士啊，或是那个博士，嗯，然后教授那些得到那些那个证书，啊，可以叫到科学家。然后那个你们也在中国好像也都听过，在我们朝鲜现在以前好多次进行了什么核试验啊，对，那些制造核试验的那些人也都是叫做科学家啊，就重要的项目，或者说本身在领域里比较有成就的。但是基本上就日常的福利都差不多，只说住的可能会优先会他们好一些。对 对，房子也面积也很大啊，一般是多大的面积啊？在我们这平壤市内的楼房的那个面积啊，到80到150，甚至也有180、220的哦。那这里的大街的那个啊房子的话，面积大概是120多啊。小心小心。那出租车呢？打出租车多少钱？打出租车啊，就是按距离算。按距离算，一公里。一般那个我们起步价，是差不多1美金到1美金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就我们也可以随便打出租车，是吧？可是我们不是有专用车吗？对对对对，专用车，对对，不用打了。那比如像中国人来这边，就是目前还是只能够跟团，不能够自由行。嗯，游行也有跟什么我们朝鲜的公司有些合作的那些啊，就可以就可以用当公司的那些那个车子啊，公司的车子，哦，可以打车，也可以打车。对，因为我们碰到来这边做生意的，也做了很多年了，来这边就在火车上嘛闲聊嘛，说这边也挺好的，就说你们工作特别敬业，然后这个质量做得特别好，东西的质量。那边建得挺漂亮哈，山上的，是山上的，就我们朝鲜有个叫火台峰，哦，是我们人的。这边算是小广场，对，小那个什么那个院子。院子。啊，有那上。晚上那这边晚上就是大家娱乐的话，会不会就出来跳广场舞啊什么的？因为在中国晚上也有跳舞的，哦，也有出来跳舞的。